我们所在的星球虽然叫地球，但是表面却主要由水覆盖，我们的身体里也充满水分。大自然里的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水，水是粮食、财富、能源、生命的源头。一直以来，水都是粮食之本，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缺水的困境，同时也有人毫不珍惜水资源。城市化快速发展，人口和经济增长，气候变化令水资源压力重重。我们的食物及其生产方式影响水的可供量和质量，推动粮食体系转型，有助于提升用水效率，保护海洋和水稻。人人都应珍惜水资源，促进建设可持续的未来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水是粮食之本。